该砍了，该砍了，你可以跑了啊！先砍死我了，先下铺了，没事也不疼啊。越甩越累。哎呀，这一定受不消。七斤马粮，七斤马粮不瘦，感觉没有练瘦。来，看看妈妈，妈妈跟他求你了，看，长一点，长一点，看。来，亲亲，别走了。亲亲，看人家大闺女，这都是我的。虎虎厉害，看看，整一下看看。意外来了四种，哇，这是吧？是的，几个姐姐他们都好，对，三个姐姐，对。姐姐都能看看了，姐姐都上大学了，大二了，你看，漂亮嘞。好嘞，好嘞，反正这小衣服就是有点大了，你看可以啊，你看就是五九码的，你看好多了，不买了半卫衣露肩是了，露香肩了，五九他应该买个五二吧，宝宝刚出生穿五二码的半卫衣，现在一看就是五九码，我给他编了编袖子，你看他袖子多少，一九尺，想着他生回的是个大二，结果。五二码的你准备两件，五九码的准备两件，都可以，是吧？这个就有点长了，你看，编好几折，对，这至少编了三折。这宝宝多重呀？六斤多？六斤三零八零。三零八零还没有六斤四二两。没有六斤一两个两。刚才还睁眼了，刷眼皮了。是不是小嘴儿来回找，一会儿我去给他喂点奶粉啊，给你再包裹好看一点，给你冲奶去，好不好？不按你饿的。这个包被也是你们自己做的吗？手工的，一看就是纯手工包被，俩奶奶做了这个小包被。可以。对，你是不是都没有给人家准备待产的东西？我太紧张了。第一胎吗？有二胎你婆婆还这么重视呢，刚弄完了，得了，等一会儿送就行了。好，我走了啊，走吧，那天我走了啊，拜拜，过两天我去看你啊。哟，真是的，这眼睛真大呀，是吧？双眼皮儿，嘴可小。刚才有点闭眼了，一会儿就睁眼了。
哎呦。